就是今天跟我一起也录。没有什么能顶门的啊，兄弟们，主要是太好看了，我就是我不想分享给他们，知道吗？就我一个人看就完了。锁起来自己干。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嘛。你们别想歪了，怎么把门顶了？你俩孤男寡女还下直播啥？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哎，你不懂，我去，我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情呢？对不对？就是，好可惜，咱不是一个队的哈。我们是一个队的呀，你最后昨天来的呀，是我们队的呀。是啊。是啊，说一下房间号来。10965926。10965926啊，兄弟们。10965926，他不吃香菜。是的。你是真不吃香菜还是假的呀？真的不吃香菜。这样的吗？有点忙，哥哥，你是阿灿哥吗？对，阿灿哥。啊。我真的有点忙，昨天太多人了，我认不来都。对，阿灿哥。Hello。欢迎现在直播间的哥哥们，谢谢。你爱吃香菜。没事嘛，这正好互补。这是我们阿灿哥。对。好，兄弟们，给点点关注啊，给妹不吃香菜点点关注啊。谢谢哥哥们，谢谢。好嘞，好，你好，不会的，你是南昌的吗？我是宜春的。哦，宜春的，对，我昨天问了。我是宜春的。好，太好了。对，谢谢哥哥。好，我先撤啊。好嘞，拜拜。拜拜。完了，阿灿哥就给我整懵了呀，他没有了呀。盛开在冬天的水仙。我操！我把我东西放在玩蛇，在另外一个公司。他们好像三个公司还是多少？干嘛？没有。酷哥，你喜欢哪个？你告诉我。这个我也看了。我待会儿过来会带他看房过来。好，看房过来之后。哎，他们人呢？我也不知道。锤锤啊，锤锤在哪个公司啊？锤锤在哪个公司啊？也不在这里啊。那边，等下我带你们过去。好。等下我带你们过去。然后上去。看柚子，柚子是。你说那边有活儿就有。柚子在哪里啊？柚子啊。嗯。柚子在太行那边，等下等下应该也会带你们过去。好。喂。兄弟们，他们分两三个公司，不在这边，明白了吗？都要去吗？不知道啊，就玩呗。今天有 PK 节目吗？有啊，有啊，远远有，真有。柚子在另外一个公司。柚子，我咋一点都不熟啊？穿灰色衣服下水的那个，哦，他叫柚子是吧？我知道了，待会我带你们去啊，待会带你们去，他们在另外一个公司，我待会带你们去。盛开在冬天的水仙，这边主播不多，开播的直播间差不多20个直播间，开播的不多。
政治不在这个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哎，这个小姐我好像没见过，你这次有去吗？有空。不是有空。我说你前就昨天的活动你有去吗？哦，怪不得我就说没见过呢。这小姐姐也好，你进来参观一下啊。主要是她这个房间冷啊。你们在打 PK 吗？没打，刚打完。啊，刚打完是吧？嗯。哎呀，我听到掌声了。啊，来吧，进来吧。哎，这个妹子好像是我们没见。我没去那个活动。是吧？进来。你进来，他的脸都红了。你快。我看看他直播间是啥样的。哎，你直播间好温馨啊，那种感觉。这个好吗？然后我可以带3-4个回去。好。我们去找那边的，这边的我和就认识就这么几个。筷子啊？不知道哎，在这里面吧。刚刚困的胡歌，然后那个谁在。好。我拿瓶水可以吗？拿。有点热。来，喝水吧。对，拿杯水。好的。我不喝饮料的，我只喝矿泉水的。兄弟，我很少喝饮料，就是一年喝个一回半回，没有那个。咱这口嗨跟咱口嗨归口嗨，弹幕文化归弹幕文化，但咱不能带节奏啊！你真的是上哪都白嫖，水都要白。那去他公司里来查房，肯定我喝一瓶水没问题啊！对，欢迎我思想哥。因为这个事情我也都不太了解，因为那天那个时候我也在爆炸，你记得吧？你不是说你要看弹幕吗？你忘了吗？嗯，我那时候也爆炸了。啥意思啊？现在水友当时在骂我们，我也不、啊、我当时那天我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就从那天你们也不要去带节奏，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要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播了。用心做好每一次直播，用心做好每一场直播，嗯，这是我该做的就好了啊。还好我不知道啥事。我那天真的他们都会骂死我了，你不是说你要看下弹幕。我当时都快炸了，当时我知道你那天在炸，所以我不是把直播间抢过来聊了一下吗？行，咱就兄弟们口嗨弹幕，口嗨归口嗨，该做什么做什么啊，但不要再去带节奏。没搞懂。去那边我现在带着过去吗？跑，不用，我不用跑过去了，那过去了。那人也没有啊。嗯，我们想一下，我和狼哥商量一下，我和狼哥商量。我们不去那边了，狼哥咱们坐下商量一下，咱们就，你说聊一聊，嗯，聊一聊怎么去玩今天晚上的这个玩法。说今天晚上人也不够，因为这个节目已经开始，箭已出弦，咱就不得不射。对，没有回宫的计谋，没有回头路了。嗯。一哥去那边了吗？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找几个在这几天节目中大家记忆力比较强的女生和我们一些男生组合起来，我们一起玩一次狼人杀，就可以第一是加进友谊的和了解，第二的话这个东西兄弟们看着也会比较有趣，怎么样？轩宝在公司吗？他们都在那边。没在公司。轩宝没在公司，我查不了，我得去他家查，我就不太方便。嗯。叔叔今天要播是吧？在这儿播。他要播的是吧？
他也没有闲散的能量，我操，人凑不齐。就你看，我们凑一下男生的，你我，嗯，还有谁？他们又要插房。他们插房。嗯。男生也凑不齐。狼人杀上帝视角非常有意思，兄弟，尤其是你像找几个，你像素素这种，素素是其实他很内敛，为什么说他没效果？他就比较害羞，不会说话，对吧？可能节目效果没那么好，但是有游戏，他参与进来以后，效果他就出来了。他那种就是哎，高冷的样子，结果傻傻的说出来，他是狼，效果。那他们现在查房吗？人凑不够啊，那这里坐的人都太少。我今天不是那么说的，那不是请那个鱼巴里兄弟说我没情商吗？我改一下说法，让兄弟们你觉得我有点小情商。不是没情商，是说话太直了。因为人多嘛，就想赶紧表达一下自己的，对吧？没毛病吧？适当的就，适当的调整，做出一点点的调整。给那个水杯。大龙，你来。大龙。你玩狼人杀吗？我可以玩。我是说，我们要组几个人，有男有女一起狼人杀。我听你安排，你是我博哥，我是你粉丝，人才还行呢。你组织，叫我就到。我们可以，要不然你就把你们的纯查房，或者你们有安排到，咱们就按你的。没关系，可你先来。你说狼人杀，你组人啊？我们可以，我算一个了。对，我们可以试一下。我算一个了。效果好，我们就玩下去。对，效果不好，我们就那个。就停，我算完事儿了。那我们算一个，我们三个了。对，完你找八个人起坐嘛，最少八个，七个八个都可以，七个八个都行。这就八个就可以了，不用太多，太多的不好玩，很乱。谢谢十年以后小薇的办卡。还有谁？这个努力活的就好臭傻逼，我操妈，不想点你名啊！你妈了个逼的，我操了，这不想爆炸了我。不然爆炸呀！说了他妈几次了，不插弹幕，我跟你说，这个逼真的挑刺儿啊！大家说的好好的狼人杀，狼人杀，就你想玩狼人杀，你不想玩，我们不想玩，不知道我们不想看，你想看的吗？你告诉我你想看的吗？就想看这个是吧？喜欢了吗？开心了吗？你说你一天得怼我多少次啊？我嗓子都哑了。太对了，你气死我了！满意了，有效果了是吧？他主要是想要点画面，你给画面了就行了，他绝对。我是21级粉丝牌，我前面几次好想说他的，我说这是看过的，以前消费过的，支持过的，他现在就不行，他非要挑我的刺儿。我错了，行不行？别生气了，效果爆炸、啊、能不能原谅我？不生气了行吗？努力活的哥哥，感谢缘分的感情，气得我每年都掉好了。这么大的空调，给我整的出的满头大汗。脸都大肿了。啊，继续啊，没有啥都是就是啊要去做，你知道吧？看我们三个人还先想着。还有你再这样的话，我让大龙开你专场了。我和大龙是兄弟。你是我文哥，我是你粉丝，人才。大龙他妈的，查他大龙开他专场，没有，他真的。就我说决定玩什么，兄弟们，对吧？支持一下就行了。你现在这种情况，对呀，在这摆烂嘛，在这摆烂不行吧？我们得把这个，我们把这个活动得推进下去，对不对？咱推进下去，咱不论做的好坏，咱把这个给推进下去啊。组八个人开玩，
一个两个三个，咱得带点彩头，再得来个男的。狼赢了就一人给他穿上飞机，可以。狼输了就给所有人一人穿上飞机，那也可以，行吗？可以。没有就分成那个啥嘛，到时候这个都好说，先凑人吧。啊，你找三个女的，嗯，或者四个女的。你看，小肉包你找了，嗯，脑子不好，不是那个简单，对吧？啊，小肉包你找了，完事儿，你我，马串哥。四个了吗？嗯，还有谁？这有三个，四个就可以了。四个，你一人选一个吗？张韶涵你找吧。张韶涵啊？对呀，你昨天被你吃那么多，那个玩那个没效果，可能宣宝这个来一个就好。宣宝啊，宣宝来一个就好。宣宝，他嘴要有一个能吧唧的嘛。宣宝五个嘛，对吧？还有谁？我们就凑八个人，然后让他们官方人员帮我们组织一下，正好那边有场地，行不行？你说你刚刚你发过的吗？咱这样，狼人输了也不用给那些民发红包，狼人输了，你看我们有六个民。不要这样嘛，我们狼跟那个不是还有两个是那个一个什么？小律师不在，张超然给你开转门都好妹。干嘛？张超然也叫上了。六个，嗯，我们三个男的，要不问他们男的还有没有要吧？嗯，偏安逸，那死肌肉，有肌肉的一般都没脑子的，那也行，是吧？那你过去，啊什么？我死了？那行，哎，够了吗？七个就够了，七个八个都行。八个就再找一个女的吧。我建议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选一个女人，你每个人只能选一个你想要和她一起玩游戏的人，四个男四女。啪的一下进去了，玩起来了。那行啊，小情愫也整起来了。这不是光猪啊！兄弟们，你们也选一个了。咱不用玩太复杂的，为什么玩八个人？因为八个人最基础，不用加什么各种事。你们也帮我选一个。八个人是怎么？两狼，三狼。不对，狼要少一点。两狼，一个预言家，一个巫师。一个预言家，一个巫师，还有一个主持人。那我操！主持人我们让官方人员来。哦，那也行。然后剩下都是平民嘛，就可以了嘛。对啊，两狼，两狼嘛，四名肯定是，两个狼就可以了，够了。九个人更好吗？咱先去组织嘛。好，你给他们先说嘛。咱们要不然就让他们一人选一个女主播。好好好，对吧？那样也实在一点，别我们都定了就不好玩了。嗯。张韶涵啊，好，就锤锤吧。嗯，我知道你们喜欢他，我怕。咳咳锤锤是浅锤锤呀，就那张韶涵。锤锤，啊，唱歌好听那个。不是昨天那个小舅妈叫他嫂子吗？对呀，是叫舅妈支持你们一起玩的。哎，人家老板也不同意，我老婆也不同意，待会又他妈是节奏了，待会又不是。那不会，狼人，你这边你有自身的压力。你们看谁杀？那个，你会玩狼人杀吗？啊，会玩狼人杀吗？会玩。要不咱们组几个人一起玩狼人杀？狼人杀？嗯，他们不是在直播吗？直播把他们拉过来做狼人杀。啊，你要晚吗？也是十一点，他们结束以后。那么久？对吧？你直播他们不要。这个点刚好啊。如果他们，我们不用找那么多人的。我们找四个人就行了，一人选一个女主播嘛。我们一人选一个女主播过来吧。我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跟他们老板商量一下。你要跟老板商量一下，你想纯片是吧？你去，最好是你去。先把这个拉开，这里面有空调吗？这东西啊。哎，是凉快，先进来操。这里。进来。耶，你先进来这里。哎，这里很凉快。我操，这里很舒服。外面热死了。素素没在这里。哦，来了，狼哥喜欢兄弟们背锅，我喜欢，我告诉你们，我每个都喜欢。我操，我都是结了婚两三年了，然后这没有碰过女人的手，三狼三神三平不用，两狼平民要多一点，你狼太多必死的那边，稍微脑子好一点就给你必死，两个狼就够了，一个预言一个神职，再剩下的平民嘛，其实就公平了已经，对不对？老黑这条，我们说了，每个人选自己一个大对，过来玩就这凉快点。后来昨天，我老婆不是叫个嫂子吗？嗯。叫完了以后，我跟
锤锤最开始你不是安排他经过拿烤肉啊、嗯、送水啥的吗？真、嗯、的我挺那个的。后来操，我直播间的我老婆一叫嫂子，我操，直播间一炸，锤锤可能看到弹幕了，他都没过来，我靠。感谢我杰哥的一个飞机，谢谢杰哥。炸了吗？他没有炸，他就是我不跟你说了吗？他是跟大嘴那边人有点像，也是人才，真的是人才，我操。我老婆是人才的呀，兄弟们，你们应该早期的粉丝应该知道的。他就是随便你，操，这就是性格不好。你让他接活儿。他会喷人的，你问我直播间的粉丝，我操，他喷起来就是比你刚才那个凶多了。你不让他看弹幕就行了。他会看啊，他怎么？他又不是傻，他又不是真的不看图识字，他又不是不识字，他是认识的呀。你要赚钱都让他拿，那也没用，他大学生的，他有脑子，就但是他也是人才，就是。抽象的，你的意思是他是人才，但有脑子。对，就是假如脑子不好的话，那就是我直播的工具。但他脑子好，没办法。嗯。小熊娃确实像人才，他本来就是人才。我的人才老婆。下一个节目就叫我的人才老婆。小熊娃不跟你直播呀？他不跟我播呀，他现在。把我播。怎么说啊？什么怎么说？这马不起人啊。那马不起人就干别的呀，我俩坐在这里又吹牛逼。咱俩去哪儿？咱俩要不换个节目？那没办法，那他们要马不起来的话，我们就换个节目，拉过来一个上课呗。上课怎么做主播？咱俩两个老主播给他教教。怎么样？可以。我们列出几个问题，让他去回答。嗯。行不行？行。这样，你现在你就拿着直播间，你每就是在座的，你就说，你们先停一下，我们简单开个会议，给你们讲一些就是直播的这个传授一些经验，你每个去通知一下，你看有几个能走到这个房间里来的，进来了，我们再去商量我们要不要去玩刚才说的那个游戏。那我们先把肉包拿，小肉包拿进来，这个咱熟，你去试试，咱可以不用一群上，嗯，你的意思说一群上不太好。你看着叫嘛，你就打开了看着叫。咱一个一个上，可以。咱先列出几个问题，可以，行吧？可以。你问了吗？人都没叫，你黑黑又去查房了。我怎么肚子又？串哥怎么走着走着就跑？你肚子痛了是吗？一冷一热的这里。对。太对了。你他妈真是三心二意，我真的是，我的脑子有屁。主要是马不起人。早知道今天我后面也不播了，没想到后面出这事儿。十九号。烦死了。挺好的，其实前面几天都开开心心的，对吧？我还想着今天应该是完美的一天嘛，我们都最后还是出了个幺蛾子。嗯。总共五天时间，两天幺蛾子。你在凶狼哥们，他委屈巴巴的。肚子疼。嗯。叫小肉包过来吧。你先把小肉包叫过来。妈。好了，没有，他是那种兄弟们，就是这个房间很冷，外面很热，知道吧？然后突然我刚才很热，我就喝了点冰水，就是，哎，那主要的跟南昌的天气有关。这个房间一开了中央空调，底下坐着就一冷一热，他就容易那样。我感觉不好叫啊，因为他们这个主播好像来了都是来开播的，他们有直播时长要求啊。还是这些那些的，好像是，所以应该马不起来。接下来什么节目啊？反正外面都在摆烂，就大龙跟黑人一，这里聊天，那里唠嗑的。坐。坐。你怎么那么？让我们俩坐一起，让他坐对面。啊，对吧？哦，我们俩坐，我坐你那。
你自己看看手机，你直播间应该是你的话，能看到你吧？哦，真的耶。是吧？对。OB 到你了，对不对？哦。做这样就可以啊，其实。对，做直播多久了？你不会自己 OB 自己吗？不会。那你会什么？你说说你做直播学到了什么吧？学到了。啊。先哭一个给他看。不是你学到了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学到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学到了。那叫咱们出一个问题好吧？主播，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因素，就是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播最重要的三个因素。那你怎么带来的快乐？保持良好的心态。嗯，你不要嬉皮笑脸的玩手机。你怎么又凶我？认真一点，认真对待。我们在传授你我们那个直播的经验。好。嗯。是不是？对，没毛病。嗯。怎么去要礼物？简单一点，直接问怎么去要礼物。就一句话，哥哥能卡个牌子吗？没了。那就要一张办卡吗？然后等他有办卡了再说，让他升个级。然后呢？然后呢？然后没了。兄弟们可以提问吗？兄弟们，你们也可以提问，你们也可以提问。嗯。就这样吗？嗯。就喜欢你的大哥，应该他自己会上你。你有大哥吗？会有吧，算有还是没有啊？你一般不能说没有吧？一般别人就是说什么，一般别人刷什么礼物可以加你微信？火箭。火箭你可以加吗？就可以呀。我说火箭可以加吗？有没有那种意外？比如呢？比如说现在来了一个公爵大哥，扣出一条弹幕，你好妹妹，我很喜欢你，可以加个微信吗？就说一句火箭加。你就说一句火箭加是吗？如果大哥说，你给我转500，我加你微信，你怎么办？运营会骂我。A 他是骗子 ，B 可以加 ，C 哥加是可以加，但是500我先没有，要不你先借我，你先过。你看我太好骗了，他肯定是骗我的。这个大哥在别的直播间刷了很多礼物，是人才呀。来到直播间问了一句：“我可以加你微信吗？”那他为什么不直接上呢？他想看你的格局，懂吗？也不是没被骂过。你有白让人加过微信吗？有一个。有一个，为什么？就感觉他说话还挺好的，然后就加了。就是因为他说话好听。不是好听。舔你了呗。没舔，就感觉还行。给房款了吗？给了。刷礼物了吗？办卡。不止办卡，反正就几百块吧。嗯。又加微信，又给房管，房管一个飞机就可以了，一个飞机就可以给房管了，非常差，非常差，是我感觉是人才哈，啊，是人才呀、啊，是有一点，我们得进入一个那模式，找到他那个点，对对对，还没有找到，还到现在还没找到，摸下他那个点，这样我们，你先回去，你先回去。你先回房间，我们两个商量一下问题啊。你在你房间不要动电脑，你那边正好可以看到我们直播，好吧？就是我们现在要，你可以看到水友和我们一起给你出的题。嗯。我感觉是有点像人了。我们这个主要目的是还是要帮助他怎么去把直播做好。嗯。提高他的眼界。对。放大他的格局。是的。让他收入更多。对。对不对？
什么节目？他叫小肉包，小肉包，人才直播，嗯，有没有大哥？有没有大哥？叶四哥还在吗？叶四哥，叶四哥，就这些大哥们，消费过的大哥们，你们就平时消费的时候是为什么消费？你们这有什么消费的点？有什么想问他的问题？怎么不狼人杀？他们在查房，等他们查完房聚在一起的时候再说吧。我就过去强行让人家狼人杀，人家学友也不开心哦。嗯。大哥睡着了吗？好节目就叫开课了，可以开课。我自己就是个消费者，对。我自己就是消费者，嗯。因为线下想见面啊，好。行，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对，可以提问，嗯，这个记住了。能不能提问，兄弟们？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提问。正常，很多主播都要线下见面，不然大哥怎么会维护了？对啊，你不维护谁给你刷的？这一个问题，嗯嗯，想兄弟们。奇思妙想。第二个问题我也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两个问题我想好了。第三个问题想一下，你想个第二个问题我想好了，我心里有数了。你想一个问题，一会儿你问。得到了可以付出吗？嗯，这个也是个好问题。怎么维护大哥？是要集合吗？不用集合。就是因为你要把咱们队员找过来集合。我是协调一下，哎，那你跟他沟通一下。我是想那个也行，我们队员能集合吗？我们可以把所有抓一个是一个吧，有几个身体不太舒服，回去休息了。我们有几个队员？看一下啊，肉包在对吧？咱们有六个队员，我看一下，嗯、有柚子、肉包、少女，哦，玩蛇不在。香菜刚走了，小奶兔，锤锤可以来吗？也就肉包在了。OK， 这个摇肉包跟小宝在，咱们四个开个会。那我们四个，好的，其他的还在别的公会对、哎。可以让他们直播间 OB 我们。肉包，你先过来，我想好了，先把肉包叫来，肉包过来。谁在别的工会啊？是吗？啊、哦，不是，在别的直播间，他们这边有好几个公司，好几个公司。嗯。坐。我们总结了几个问题，把声音关了。好。现在不允许你看弹幕，把手机翻过去。嗯。最真实啊，最真实的。是人才。最真实，翻过去。大哥为你消费了，刷了一个火箭，加了你微信，问你好，就我们现在微信聊天，你好，我回你吗？哎，你好呀，我挺喜欢你的，微信聊天呢吗？我说了句我挺喜欢你的，你该怎么回？你眼光真好。是人才，继续下，继续聊下去。你对我什么想法？没啥想法。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你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跟你说，你非常严重的问题。你这出大事了。队长啊，最新消息，咱们队员完蛇到了，叫来吗？我不知道。然后我想跟他，我们队长、副队长在那等着。就叫我们叫，我们先跟他对一队员一对一，我们先上课。嗯 ，OK。我跟你说，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当一个大哥加你微信以后，只要这个大哥加了微信以后和你聊天，你和大哥的聊天，你是一个什么身份？你知道吗？你是什么身份？主播呀。
你是主播，对，主播属于什么？其实主播就相当于我们工作中的服务者，服务行业我们是，给别人带来快乐，对不对？帮别人减少烦恼，是不是？让人心情愉悦，对不对？那祝我服务行业的我们最就是服务行业做到高端是什么？让顾客没有张嘴就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当我说我喜欢你，你来，你跟我说，假如你给我刷了500，加了我微信，你说一句我喜欢你。我们可以处置看看。不，我们可以再了解了解。放屁，怎么能这么说呢？直接回个表情，非常可爱，然后哈哈哈哈打几个，我也很喜欢你，哥哥。谢谢你，他刷那个火箭的时候，你有没有瞬间的喜欢他？你喜欢的是火箭，不是他。对啊，但是这火箭是他刷的呀，这是他的附加魅力啊。你太那个，人家刷的火箭。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小妹妹嘛。嗯。所以你，我喜欢的人不是人才。天哪，怎么说？那你这意思，你跟他说我不喜欢你？没有啊。那你说什么？他说我喜欢你可能只是开玩笑，你回那句我喜欢你也是开玩笑，他又没有说跟你处对象，他就说就真说跟你处对象，对吧？你也可以开玩笑的去聊，大家都是开玩笑，网上不就是找个乐子吗？那我如果他有一天真的很认真的去跟你聊这个话题，想和你谈恋爱，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时候，你可以去很认真的回答他，对不对？他也不可能有多喜欢你，我就看了你两眼，给你刷了个火箭，我能有多喜欢你？重新来一遍，我喜欢你。谢谢你的喜欢，我也喜欢你，我也喜欢你，哈哈哈。对不对？你看，你看，效果是不是好多了？是不是好多了？你感觉呢？是不是？就大哥也有觉得，也没有那么尴尬。你说我大哥，我其实加你这个微信，我也不可能说就是真有。怎么样了就要和你怎么样，说了句我喜欢你，就是表达对你的欣赏嘛，对吧？下面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你遇到了两个大哥，两个大哥同时在为你消费，差不多，可能就略多略少，同时加了你的微信，但这两个大哥互相看不上对方，我哪来的福气？我没有这个运气。假就你会有的，你会有的。现在提问了，一号大哥，哎，我们分 A 大哥和 B 大哥。A 大哥说，这 B 是脑残吧？我他妈刷个火箭，他就非要刷两个，非要和我犟着来吗？该怎么回？可能他多点了一个，他多点了一个吧，哈哈，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样他也不尴尬呀，然后我也回答了他呀，他在说啥呀？他们说啥了，让你如此叹气？你这时候你知道应该说什么吗？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打大哥的脸。他这句话问出来的时候，就表示他没面子了，对面要和他犟。我刷一个，他刷两个，他什么意思？跟我干呗。多点了一个呗，他没事的。这是人才培训中心，兄弟们，我们现在在寻找下一个人才。人才教父阿普跟阿郎在线寻找人才。那怎么回答？啊？那怎么？那行，我们先不说这个。嗯。A 大哥和 B 大哥都给你刷了很多礼物。A 大哥说喜欢你，让你不要和 B 联系了，怎么办？等有了我再去问你。
去把娃生给我叫来。我直播间有个兄弟说了一句话，嗯，他说这个是真人才，赚不了钱卖掉吧，我操！操，气死了，气死了，我操！我他妈的真的气死我了！他们是这样安排的，他们不是六个场地吗？各队分散了，我知道，只有我们这一队在这里。我们这队也不多，嗯。娃是在直播吗？好像是刚来吧，才还没我会群大哥，那你咋不直播呢？你那么牛逼，搞笑是挺搞笑的。其实这种的玩狼人杀绝对有效果，就这个女孩。她玩狼人杀肯定好玩。我就告诉她我是狼。啊、你下一边已经把我就说出来，她肯定会。我相信你了，我不能，她肯定会。她跟谭雅一样的，我跟你讲，你记得那个谭雅吗？哇，我都告诉她了，我说我绝对是狼，你这句话一样，都说的那么真。她完了以后，她没。他说：“你绝对不是啊，是他。哦”哇！我一个人活下来，我真的，我当时我都不好意思了，赢了两把，我操！嗯，这个跟谭雅是一模一样的。这也难怪啊，江南哥这么操心，这确实得操心啊。都人才吗？真的忽悠两句忽悠走了，兄弟们。真的再来两句，真的这样带走了，忽悠两句忽悠走了，要卖掉了都。哎，人才直播，不是装的，兄弟们，这个东西就看得出来。哎，蛇来了，就蛇就，蛇进来，蛇要开播了吗？开播了 ，OB 了吗？会不会 OB？ 他不会 OB 啊。我会 OB， 但是没 OB， 要 OB 吗？你 P 完了吗？今天？没有啊。你还没 PK 呢？没有 PK， 我刚开播。这样你这样，你简单回答一个问题，你撞来，你拿玩手机，过来。天哪，撞我一回，我脸臭了。把刚刚问题问一下玩蛇，你好好学。还记得刚刚问题吗？好紧张。A 大哥给你刷了一个火箭 ，B 大哥给你刷了两个火箭，这时候 A 大哥问你。我他妈杀一个火箭，他杀两个火箭什么意思啊？非得赶上我是吧？你怎么就这样 ？A 大哥杀了一个火箭，嗯。B 大哥杀了两个火箭，嗯。A 大哥说，嗯，我上一个火箭，你要上两个火箭，嗯。你非要赶上我是吧？什么意思啊 ？A 大哥是跟你私聊说的，嗯。啊 ？A 大哥是私聊说的，对。谁让你看弹幕了？旁听，好好旁听。快回来呀！我在想什么事？我还没好好审题，等我一下。你出现两个大哥，有没有遇到过两个大哥？在一场 PK 中，这个大哥刷个火箭，那个大哥就刷两个。但是没有私下跟我说过。现在就是问题来了。A 大哥说：“凭什么我刷了一个火箭，他都非要降给我刷两个火箭？”好，那你就再刷两个火箭，超了他。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哥哥，你再刷两个吧，超了他。回答至少是比你有用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回答的太比你有用的，是吧？他至少这个回答是有用的，你是不知道在回答什么，但他这个回答不，我也不知道在回答什么，肯定不够对。让我们导师狼哥。说一下，我怎么说、啊？你要帮教他们一下，就是 A 大哥现在刷了两个，对，刷个然后 B 大哥刷了一个，对，然后呢 ，A 大哥刷了一个，一个 B 大哥刷了两个，对，完了这个时候呢 ，A 大哥私聊我，他就是要赶上我，是这个意思吧？对，要我的话，我肯定说，就是，是你滚吧。我是人才，因为我是人才，兄弟。作为一个女主播，这时候该怎么说呢？怎么说？正确答案，准备好。首先 ，A 大哥、B 大哥给我刷礼物，一定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我第一点要做什么？我要会和 A 大哥说，我这么努力的直播就是为了赚钱。如果你的消费能刺激他的话，有时候你多帮我刺激刺激他呗。
对吧？既然你 A 大哥喜欢我，你能刺激到 B 大哥的消费，那你 A 大哥就帮帮我吧，为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付出没毛病吧？那你我就是要告诉他要懂得付出。不对，你要告诉他，就是你能帮我变得更好。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你就要帮助我变得更好。而你帮助我变得更好的方法就是你多刷一个 ，B 大哥就会多刷一个。你用一个人牵制了两个人，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吗？有吗？他还没听懂，他是人才。听懂了吗？听懂啥了？你听懂啥了？听懂了，再重复一遍。我都没听懂，你听懂了？我俩都人才。作为男主播怎么说？嫁他。作为男主播，那我干他。他刷一个，你刷一个，他刷两个，什么意思吗？但是男主播一般不会有这，因为男主播不会和两个大哥去争一个男主播，就像谈恋爱一样。男主播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对。男主播一般遇到问题是。那男主播没有老婆。男主播遇到的问题一般是那两个大哥吵架了，你在中间就夹着难受。对，那这个是男主播比较为难的问题，你知道吗？嗯。那你有老公粉吗？你们现在是上课，你在这搁这问我了。是，我就提一嘴。嗯。报告。嗯。这里好冷，我就坐这里。你坐这里，再坐这边。你现在是反客为主的，这样。我们让玩蛇，这怎么全是水？没事，你们两个中间空开，你就旁听，这样你旁听就蹲那旁听。妈，不要。那行，那你回答问题，蛇蛇，说说你在直播上遇到的，就是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他说了吗？啊，他说了。不是你来说，你说一个，就是你觉得你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然后你不用说你怎么解决的，你就告诉我你就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让小肉包来回答。很棘手的问题吗？嗯哼。最棘手的问题吗？对对对，直接说。很急很急很急。直说。就是我觉得我的直播内容直播效果就是很差，我就经常会就是很。就觉得自己播得很无聊，就觉得自己播得很没有那个效果。那么我们问题来了，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播得差？就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其实我觉得自己不是特别适合做直播，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完了，江南哥一会儿要找我谈话。真的，就是我，嗯，不是那种很多话的，但是我希望自己能直播的时候呢，话多一点给大家。对你快乐。你我问你啊，你看我话多吗？我觉得你话挺多。我下播你看到过吗？看到。我说话吗？我怎么说？对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但是我这就是你的问题，你遇到的就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我好像放不太开自己直播。你放不太开。你觉得我放得开吗？我觉得你放不开。就是我对自己的定位其实不是特别的清楚。对，就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超不过小荔枝吗？因为小荔枝有一点比你厉害，他敢哭。哦，这个不是在阴阳怪气我怎么样？他那个哭是在干嘛？他是在那天他为什么哭？你记得吗？那天哪天？那天我们上一次活动，他为什么哭？他因为不满这个结果。哦哦，他去抗议，但是你不会，你只会顺从，你没有把你的个性彰显出来，有没有道理？做活动，来蛇蛇 ，Hello， 大家好，我是蛇蛇，我的房间号是多少多少，来跳个舞吧。好的，给大家跳个大摆锤，下面给大家跳一个动感光波 ，biu biu biu， 啊 ，Hello， 还有狼哥，狼哥。是不是？你可以有才华，记住，我认为在直播行业里面，才华只是突出主播的一部分。你没有发出你的性格，你也是有自己的性格的，就是没有特点。特点对，茫茫主播当中，我看谁好像和都差不多。
你有过那种内心的急躁吗？急躁？嗯。有呀，有过急躁。但是就是我有一些有些时候确实有些不满，但是我不会就是说出来，就是因为我会觉得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很做作，就是我不想让大家因为我的不满给大家造成不满，所以我就尽量就会就是那个不想让自己有过多的情绪，所以你就总是顺从，没什么特点。二十八个人，我们和二十八个女生一起直播，不是说我不想给你画面，是我给你画面和给她画面是一样的效果。那让别人怎么记住你？仅仅靠你的脸蛋？扪心自问，你认为你的颜值能在那二十八个里面排到第一吗？你犹豫了，你觉得你是第一。人才。人才。你犹豫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第一？我觉得是。我觉得我自己。你看到没有？我跟你说，这就是你，你知道吗？你就应该说出来，我就这你就要自信。不是，这时候你如果说出来，你觉得你就是第一，你更招人喜欢。对，你扭捏了，反而让你觉得谦虚。你就是第一啊，你说还有谁比你漂亮？我问你，肉包，你说还有谁比她漂亮？肉包，笑死现场。哎，对，我就是没有自信。其实我……你别说话，轮到你说话了吗？肉包，你说，你觉得谁比马舍漂亮？你说，那你觉得有没有比她漂亮的？该你回答了，这是你。你怎么可以当着我的面说没有谁？不是，现在就问你了吗？现在我在问你，你觉得谁比她漂亮？说，人才。玩蛇是吧？我操！对啊，所以你觉得你比她漂亮没？大胆说出来吧，是不是？是就是呗，是不是？你说。说，你还是你漂亮？就这，果然还是我漂亮。小鹿包是吧？以后打理会轻一点。对不对？就是缺少自信。当然，这个我能理解。其实我们都是从这一步过来的。对。因为你没有经历过大哥时代，当你有过一个大哥，你就能找到那种自信的感觉，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我，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优秀？我没有，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很优秀，我觉得大家都特别优秀。哎，完了，我又开始不自信了。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和小荔枝谁更优秀？优秀是指哪些方面？先说脸蛋吧。先说脸，就我们先从颜值上来说。嗯。颜值吗？嗯，老娘天下第一。嗯，这回就回来了。那就关键来了，你长得比他好看，凭什么他大哥比你多呢？但是我不太会说话，就是我觉得他说话比较有节目效果，就让我的话。你看他直播吗？我看他直播。看得多吗？嗯。我开播之前会看一看，就只有这么短吗？因为他也只是那个时候。你们两个是同一时间段是吗？他比我早一点，但没有早很多。嗯，会偷偷看他直播？会看他直播啊。我也会看有些别人直播。最简单的方法，先去看他直播，想要超越他，就看他直播，学习他。向一个人学习不可怕，你就学习了他的优点，才能超越他。我当时天天看他直播，真的，他人气很高。你们别看他现在，就狼哥现在不怎么播了，他以前人气比我高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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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天天看他直播，我天天学，我现在都能模仿出来。狼哥那时候搭讪女孩，
啊，那等等，哎，你好，妹妹，这拿手机 ，OK， 我好像是吧，一模一样的。那走过去了，那狼哥一般都这样走，拿手机，那时候不用拿充电线，是不是？就走着走着，然后这样，就前面的妹妹看到了以后，他就走两步，然后走到那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把这个镜头露到了那个女孩脸上，然后狼哥一瞟，哎，不好看，哎呀，我的眼睛迷眼了，啊呀，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他确实看不懂，看得懂。狼哥播了多久？狼哥播十年了。向优秀的人学习不可耻，承认别人优秀也不难。我知道，是觉得他，他直播内容挺好，人比我好很多。比你好很多，你不能超过他。我觉得我做不到像他那样子。放得开。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放得开。就没谈恋爱了吧？咱们就问啊，就聊，很久没有谈恋爱了吧？应该。大概多久没有谈恋爱了？应该是。嗯。你多久没有谈恋爱了？谢我一森哥，谢不谢？肉包，多久没有谈恋爱了？谢一总。没谈，没谈过恋爱。人才就是回答都是这样的，教科书般的回答。啊？你跟我谈就是第一个。我跟你谈我就第一个，不好意思，我不会跟你谈的。你太矮了。我去。对抗我，对抗我。我其实也不太满意你的身高，还想我跳起来能打到你头。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在直播的时候，你任何就我和你说的任何话，你都可以给我反过来，甚至怼我，或者甚至用不一样的玩笑开回来，因为我们这就是节目效果。节目效果，我生活中不会跟你说这样的话，对吧？我生活中我会说我嗓哑啊怎么样，我会很温柔的。但我们开了直播，就是在呈现给有趣的东西给大家看，把你的脾气拿出来，你有脾气吗？爆发出来，你的情绪。嗯，呲个牙给他看。你又没凶我，我干嘛？熊道，你凶我凶不出来，凶不出来，好久没有凶了，我操！啊！什么情况？不会被提醒了？完了，好像他不能 OB 我。为啥不能？他没权限 OB 我。可以 OB 啊。可以啊。OB 没问题啊。斗鱼的主播都可以啊。那个就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他没权限，完了完了完了，就我要背锅了。过来要哭了。没有。收到了一条短信，涉嫌违规啊？扣分吗？没有吧？我知道。我操，他不能 OB 我，你不能 OB 我。对，所以呀，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所以是因为你没站在，你没坐在画面里，你坐在画面里就可以。抓到了就会，没抓到就过去，吓死了。没事，我放多了。去果干那边看看。很懂事，这也相当不错。我没有要权限，我没有要权限，什么？我没有要权限。没有，你下次给我整的不好意思。好的。你先回去直播，你的问题已经回答完了。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刚刚他回答第二问题了，第二问题问了吗？第二问题是什么来着 ？A 大哥，我喜欢你还没。A 大哥和 B 大哥同时喜欢你。A 大哥问了吗？问了。问了。A 大哥让你不要理 B 大哥，给你发微信。嗯，然后呢？给你发微信了，说你不要，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和那个 B 一直说啊说啊说啊聊啊。他怎么知道我和 B 一直聊？你们在直播间聊啊。我们在直播间一直聊天、啊。扣他们聊，然后到私底下拿微信告诉你啊。哦。他是做的吗？和 B 大哥，他说让我不要一直跟他聊。对，可以这样，很好。A 大哥说你不要和 B 一直聊。我就说，
我是在工作，这是我的工作。嗯。是他要一直跟我聊。是老父亲聊聊飞机。你这样，我问你啊，这时候A 大哥如果是歌迷，蛇社的歌迷，他给你发微信说你不要和谁谁谁在直播间一直聊了，我觉得他很烦。他这样说吗？嗯。我说你更烦。你就不能这么说，现在其实你已经进，你应该学会抢答。什么叫抢答？你说蛇社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点名的时候你怎么能说他会说这样的话呢？对不对？我说 AB 你可以随便怎么说怎么说，但是如果我随便特指一个大哥的时候，你肯定说这大哥这么好，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呢？现在问题来了A 大哥蛇社的老公 Eric 和蛇社的歌迷，还有一个妻子的父亲，你知道吗？啊，妻子的父亲，嗯，我好像他没来过我这里。来没来过你就假装知道。哦，是他呀。再回答一句，哦，不怎么看我，对吧？哦，好像不怎么看我。对对对，这是不是？嗯，来，现在 Eric 和歌迷两个人吵架了，该怎么办？两个人吵架了。嗯。你帮谁？两人在弹幕里吵起来了，你帮谁？嗯，我就说你们别吵了，我在直播呢。直播间你是个女孩你是个女孩对不对？你什么都不懂对不对？小郑，嗯，帮你就完，没毛病。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你们别吵了，我最不喜欢男孩子吵架了，我最怕别人吵架了。我很好很好，这个已经兄弟们八十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话，不用说那么多话。如果真的是两个很重要的粉丝吵架了，女孩子简简单单直接流眼泪，然后下播，两个人同时都会给你发微信，单独去跟他们聊。我不希望你们吵架，我工作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了。懂了吗？都不用说那么多话，你只要表达情绪就好了。你先回去。他就要打八十分了，你做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吗？他会加你微信，我说他说我喜欢你一点。嗯，行。加我多久了？就刷到我昨天加你微信，他说我喜欢你，你回。嗯，我就是大哥。你说什么你喜欢我。等一下，等我一下，我想一下。等一下，你喜欢我。他都要思考半天。等一下，让我想一下。你先问他，我想一下。他已经回答了。现在就假设大哥给你发来微信了，刷了火箭加了你，就我突然给你刷了火箭，一个大哥给你刷了火箭，然后加了你微信，说了句哎，你好。好，我知道了。嗯，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的欣赏，以后希望多来支持支持。然后再发个抱拳。谢谢大哥，这个也没救了。我跟你们说，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啊！为什么我一定要教你这句话？因为当一个人说，其实当一个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说我喜欢你的时候，他就是想得到你的反向的认可。反向的认可，对，真的是反向认可。就比如说，我想一下，反向的认可。反向认可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反正就是他喜欢你，就像比如说这样，我问你，你什么星座，对吧？我问你，你什么星座？你说了一个星座，我就是想让你也问我这样的问题啊。就我说我喜欢你，我其实也想让你跟我说这样的话的。说，那你觉得我喜欢你？很好。这个110分，这就出来了吗？比100分还高，这就出货了。这个是110分，你知道吗？
直接把问题丢给大哥，而且话题延续下去。你刚刚那话题大哥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对不对？舌头这个话题直接说出来，哎，那你觉得我喜欢你吗？好，话题继续下去了。大哥继续聊，对不对？心里还痒痒的。回答完，回答不错，回去吧。可以走了。你还要回答？你过来。可以，我们往那边坐一点。坐一点。那里好冷。这里温。我他妈冷到肚子痛。把手机关。他刚刚也看手机了。他没有看。了没有看。没看。又考起步。好搞笑，我操！现在在考你，不是考我吗？你是差生，你知道吗？我问你，你觉得自己丑吗？不丑呀。你觉得自己跳舞差吗？差呀。你觉得身材差吗？不差呀。那为什么你都没有他们几个流水高？不都在一起播吗？一个时段吗？这些也不是，这些是重要点之一，并不是障碍。那你差在哪？差在我也挺那个情商低。你怎么填？你听着，你跟这样，大哥刷了个火箭，大哥刷了个火箭，你怎么填？谢谢就完事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填，又没钱。我问你一下，你大学毕业了，你有没有在路上的时候？捡到过100块钱？我没有，但是我可以说有。就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在路上捡到过钱？就小的时候10块钱、8块钱、10块钱、20块钱能捡到过吗？捡到以后什么感觉？挺开心的，赶紧去买吃。什么有多开心？就是，哇，好开心呀！我捡到钱了，有好多吃的。大哥给你刷掉500块钱的时候，就跟你捡到钱一模一样。我捡钱很难很难。但是他比捡钱还容易。对啊，那满大街的捡钱你开心吗？开心。那你一句谢谢啊，就谢谢，先是得谢谢啊。然后呢？然后呢？不知道。你不加大哥微信？加呀。怎么加？就是在直播间里问还是私下问？某某某大哥，我可以加个微信好友吗？我待会儿把我的微发给你，或者你发我都可以。如果没说的话，那我是就是下播了直接发私信了。就是他加不加，那就。那还行，没毛病。现在我问你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啊，很尖锐的一个问题。大哥。加了你微信，给你刷了点礼物，要约你出来吃饭。回答。看他刷了多少啊，700块怎么能吃饭？没毛病，没毛病。那一大姐给你刷几百块，你去吗？那包不去的啊。对呀、啊，那不就是了？那你觉得就刷的多了就可以去？非常好，这个你回答不错。那如果他约你晚上吃饭？吃饭是吃饭，别的不行。不是，但是他约你在晚上吃饭。吃可以。假如这时候他约你想要小酌几杯，就像那个串哥一样，我们去喝几杯吹吹牛。就我们两个吗？对啊。那我不喝酒。那你该怎么办呢？非常的臭，大哥很觉得很没意思，你这个人，出都出来了，就是我害怕。对啊，你害怕，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叫我闺蜜一起去。那大哥肯定不愿意，他不想带人呀。肯定不想带人啊。对啊。大
但是他如果就你说，你说大哥约你吃饭了，你这时候立马说，哎呦，啊，今天正好我姐妹来了，我能不能带着她一起去啊？要不然我一个人也害怕，对不对？如果大哥同意了，哎，有姐妹陪着你，对不对？也没毛病。那能不能多带几个男的？人多好啊！我跟你说，你和大哥吃饭，你要一个人吃饭，大哥又约你妈能吃，对吧？又约你去喝酒，你吃一半喝一半，然后又说我不喝酒，这叫扫兴，对不对？那还不直接不去，那带你带个姐妹过去，跟大家聊聊天，开开心心的，然后姐妹照顾你回去了，这叫期待，还有下一次。你能理解吗？博哥一定没看，少看肖素姐，肖素姐就这么做是吗？我不知道，我正常都是这样的。我也约过，我以前这个也给别的平台什么主播消费过，我约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嗯，我那个我妹妹正好过来了，我和我妹妹一起来行吗？我说这不就是不，你知道这问题就抛给了我了，你知道吗？这问题漂亮，我操！我要是不是大哥应该会说，我就想跟你，就是想跟你单独相处，互相了解一下，肯定会大哥会这么说的。我夹身了，我夹身，我特别害怕，我夹身了。而且我姐妹也很漂亮，对吧？我姐妹也很漂亮的，不会感兴趣的。你遇到过？那你怎么知道？我觉得男的肯定不喜欢你，就是十个有九个不喜欢两个人，就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也不喜欢带着人。主要是你老是把大哥，其实也许大哥真的就是只想和你出去吃饭。那就吃啊，那就吃啊，一个人都可以。对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带个闺蜜她也不会介意的。而你说你带个闺蜜去的远，目的不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他我今天晚上要回家，懂了吗？这是一种潜意识的话题，让你表达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让你去干嘛。那大哥问你能和我出来吃饭喝酒吗？你说我不能跟你回家，你能这么回答吗？我带个姐妹，这个意思就是大哥我带个姐妹，我不一定会，我不能跟你走，对不对？大哥明白了啊，说那我们就交朋友，出来吃就出来吃，对吧？不完事了吗？带闺蜜就是房子，对，就摆明了告诉我，话术这是，真是笨了你。我要聪明，我早就摆明了，就是我来教你了，还有你来教我。那也是啊，是人才。那我问你啊，大哥约你出去吃饭，然后你叫了个闺蜜，你叫了蛇蛇去，结果大哥喜欢上蛇蛇，怎么了？那就让他喜欢呗。那你会不会生气？我会生气。会生气啊？对。你会不会生蛇蛇的气？因为蛇蛇会故意和大哥，哎呀哥哥，我知道你的名字，你经常给这个包刷，我知道你有机会也来看看我。当着我的面说。啊。直接结冰，还有的谈吗？没得谈了。是吗？那他们俩过着去吧。最好也不要来跟我谈。看都不要来看我了。啊。那你们俩去。你去吧，休息休息一下，我俩讨论。你说实话。肉包这感觉直播不是在直播，他妈真想谈恋爱，我感觉。就是人才。他这样真想谈恋爱，你知道吗？他是真想谈恋爱的那种，你发现没有？就是真实吗？就问他说，
大哥叫你出去吃饭，一个人去啊？我要两个人去，大哥会不开心的。他好像是真想找对象一样，是不是，兄弟们？也不是情商问题，就是人才骚，嗯，就是人才，感觉得出来。他们外面干嘛？外面没人了，就我们俩。外面有点乱，反正就是。什么意思？谢大哥的抽奖，感谢大哥。嗯，我在说我们两个，我两个人接下来怎么玩？怎么玩？怎么玩？对。这些都知道，我跟你讲，假的。放音乐呗。我整个音乐 music， 主要这里空调凉。嗯，对，有一点。我的手机没电，我手机没电了。你的手机不行啊，你的歌，你那个手机有电吗？你这个手机有电吗？给我充会儿。可以。那个应该有电了，你给我。他们在干嘛？他们都走了是吧？嗯，那个串哥和他们都走了。嗯，锤锤在这儿吗？锤锤不在这儿。一哥、大龙、逐梦不都在查房吗？对，他俩在查房。就在这儿吗？不在这里，他们在别的地方去。大龙在这儿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川哥在，川哥在哪个直播间？这里没有主播了，没主播了，就我俩。
他们去别的公别的那个分区了吗？小宝，下一个。小宝不敢喊，怕哭是吧？是怕哭吧？我那个抽烟，我出去抽烟，你上面出去。小宝，主要是昨天博哥整空了嘛，他有点怕呀。谢谢石头哥的抽奖，谢谢石头哥。挺尴尬，兄弟们，挺尴尬。害怕是害怕啥呀？就怕哭哭了，这很麻烦的呢。你博哥，你看，跟训狗一样。真会哭，昨天不整空了吗？喊过来，等一下，等一下，你博哥来了，看你博哥自己把握，我还把握不住，兄弟们，你们知道的。对，就玩着玩自己的嘛，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博哥整哭了，那句话不是我们说的，那肯定是就你们犯罪也是他错的嘛，啊？没钱。那节目就不做了呗？我们不知道，我们讨论那干啥呀？他们都在直播吗？在直播。轩宝在这儿吗？轩宝也不在。要不我们和轩宝互动一下，因为轩宝我一直都没怎么和他互动。轩宝不在这里啊。在这儿哦，对，他不在家，他在家播去呢，他在家播呢。我觉得兄弟们，这个东西我们没必要去把往节奏上蹭，对吧？不是说怕节奏或怎么样，没有和我们没关系，好好播自己的，对，对吧？好好播自己的，让我抽根烟，行吗？哥哥们，我抽烟，你们赔一根，我一星都没过。我真的出来，我是真的希望能让大家看开心，这是我的目的，没有别的想法，就出来开心就好了。我不是没有冲劲儿，我之前嘎嘎整活啊，我拼了命的在整活，我一直在做效果啊。
谢谢大哥。谢我老父亲，谢我老父亲的莫给多，谢老父亲莫给多。这样刷点礼物吧，兄弟们，我来谢谢一下，好不好？听老父亲，老父亲有什么安排？哇！谢谢员外哥，谢谢员外哥，感谢员外哥帮一个战神开家。我回家也不会，我兄弟们，我跟大家说，我认真的，我出来我就好好的做节目，我在家我就好好的 PK， 赚钱，很直接。谢大哥，谢谢大哥，谢谢两位大哥。哎，不用在这拱火，说让我怎么样，我不安排，一心助个力，谢谢我，感谢谢谢我父亲，谢谢我老父亲，谢谢老父亲，我真的很努力的在做节目，我认为，就咱出来了，出来了，对吧？对对对，大家这么多主播聚一起了，一起用心去做就好了。是的，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嘛。你队员呢？我队员他妈是稀稀散散的。明天节目还怎么明天？明天先把今天晚上弄明白了，兄弟们。明天反正到时候我们在群里面等通知就完了呗。上面不有超管的吗？有对接吗？肯定是吧？说好今天我还要收过礼物的，昨天兄弟们是。他今天晚上房还没给我开呢。对，我们等通知就完了呗。我到现在还房还没开呢，真的吗？我本来今天说好，我本来今天说好的 PK 抢人，兄弟们昨天子弹都留在今天了，我操！我心想昨天没收什么礼物对吧？没有他妈 PK 没上什么分，今天好不容易整场 PK， 兄弟们凝聚力嘎嘎一干。嘎嘎有个原因。欢迎兔兔哥，欢迎探花哥，欢迎探花狼，欢迎狼哥，欢迎狼叔，一星都没过。没有剧本，哪有剧本？但是剧本也挺牛逼的，这。通知有没有？等一下啊，兄弟们，我在看那个弹幕，这个弹幕，稍微努力活着的弹幕，我们也不知道一下子怎么办了，我操！感谢阿佑，
我操，截图半天没有吧？我服了，牛啊！今天你们又不知道？对，做咱们自己，做咱们自己，做咱自己的吧。嗯。斗罗大陆在哪个城市？在宁波，宁波，在宁波。头大。不过换场地查房吗？可以。走。嗯，再去军训两个，换场地查房也可以。外面都乱成一锅粥了，操！肉包怎么了？先拔下来啊。嗯。柚子等到花都谢了呀，今天晚上事情太多了，突然一下子我们都懵逼了。我操，我刚才出去我说怎么没声音了，我过去瞄了一眼，我的天哪，人都没有了。然后我进到七哥直播间一看，我操，小飞锤来了呀，小飞锤还以为有 PK 想冲奖的，在今天晚上这个事情就没有了。爹永远是你爹，记住了，区就是区，啊，记住了，区就是区。来我直播间有本事，你除了会欺负女儿，你会干嘛？废物，臭傻逼，记住老子说的话，臭傻逼。你会除了会欺负女儿，你会干嘛？区就是区啊，只会。在粪坑里恶心人，坐。好不？恩姐，不是他妈欺负女孩算什么？你来我直播间，妈就是你。走走走，哎，包没拿。嗯。反正好浪啊！今天这个节奏，我怎么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那边在冲啊！我操！你冲啊！逼人几个，你冲啊！来，一个女孩真的是，骑她脸上，其他场地你知道吗？不是特别知道。你妈逼！他的妈！啊我他妈真的是，他们老板人一个都。谢谢梁哥哥，谢谢梁哥哥。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不是特别知道，但我们可以给大哥他们发个消息。我们在这里也在这里等呢。我操！梁哥，哎。我们那个什么，我们给出发给他们发。啊，他们这里有人，这里有人。哎，我们想去另外一个场地。好，可以吗？好，可以啊。很近是吧？飞机是新的吗？我觉得怎么啊，去大龙那边吗？就在对面。就在对面。对，咱们步行过去了。好，近一点，对。那个就降温了。那边呢？那个我哥去过，让我去过一次。这黑黑的哪有什么电子烟？没有啊，超管。这黑黑的。太敏感了。我跟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啊，我说一句啊，你有什么不满意的，或者不满意的？现在直播在户外直播太危险了，对吗？一定要把直播间把握好，不然真的是，我操！我今天被提醒了一下，昨天被提醒了一下。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然后我五分，分儿涨不上来。本来我今天可以涨一分的，这太难播。他是多么闪！我真的，我多话我都不敢说，我生怕他妈，我直播间分一扣就四分主播，我还播个锤子，我直接就躺平就完了。要三天啊，三天还不能提醒啊！今天又被提醒了，本来今天没事。现在太容易扣分了。被提醒就不涨了，我本来今天涨一分的呀，真直播今天涨了一分吗？好，不怕，谢谢大姐，叫后台大超管给你加二十分。求后台大超管，我哪还认识几个超管，我以前认识的都不干了，都退网了，都消失了。哎呀，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一下子太乱了。走，我去查一下锤锤呀，查一下那个，好，查一下那个叫什么，你们说那个叫什么，刚才柚子是吧，柚子家的大哥进来我直播间。好，剩一分了怎么办？剩一分以后再扣一分就永封了，总共十二分，扣成零分你就播不了了，除非超管想放你出来你就可以出来。好，咱们过去吧，要审批的。你以为了，浅锤锤我听见了，马上会来看你的。嫂子，我会来看你的。车过去的。啊。去开课。你们的嫂子也是我的嫂子。我的嫂子，五嫂，大嫂、二嫂、三嫂、四嫂，就没有五嫂。小心车，小心，小心！你们好好的啊，兄弟们，咱不带那种节奏，没有意义，小朋友似的，是不是？都他妈啥年代了，还带这种节奏？韦小宝也来了呀。小宝在那边呀，小宝他在那边，我们刚不是刚走吗？小宝不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查吗？大黑人艺啊，大龙啊，我们都有查呀。我们这边不是没来吗？来看一下。要是我分太低了，好怕呀！我靠，进到女主播直播间里，我最多就拍一下看一下，不敢干什么。哎，我去唱一下那个谁，我去跟锤锤唱首，但我嗓子今天唱个歌，我看一下他声卡调的好不好。柚子已经收拾好房间，坐等狼哥查房了。真的假的？你们说的我真的是，我紧张了，我都。去锤锤那试试声卡似的。开这么一个公司要好多妞，请这么多啊？是的，现在我照地下啊，因为现在很危险。提醒一下就等于三天白干。你也来搞个，我来给你培训啊。
干嘛去啊？去去去找嫂子。南昌的妖风又开始吹了。南昌要凉下来了，这个妖风一吹就凉下来了。大龙都快开心的起飞了，大龙没查过房，你知道吧？大龙没查过房，欢迎王哥的生活。他今天就在说他没查过房，他很开心，他一定要查。他没有查过房。欢迎长沙老九门，老大哥，欢迎风月哥。欢迎兄弟们，欢迎大家，兄弟们人头走一走啊。直播间都是有人的。嗯，这边要两块钱的名字。啊，对。这串串哥在那边呢，敲吧。这里这里写着流量密码在。我给我找一下那个谁的房间，就是很会唱歌的那个。酒量吗？九柚子，柚子，柚子，在等。在那边找柚子啊！我先去一个哈。哎，这里这里什么信号？你卡吗？嗯，我到。电信卡，电信不卡。柚子来。电信不卡。对，你签一下试试。你们这有 WiFi 吗？锤锤是吧？等一下啊，我们先去柚子直播间，人气不就起来了吗？这个是吗？不用敲，他。我操！吓死人！我操！啊，这是谁呀？员工的好吗？哎，这种门这种门人是有味道的啊，兄弟们。热烈欢迎我狼哥，海博哥。Hello， 我等你可久了，你知道吗？我等的话都谢了。你往哪拍呢？你把脚洗干净点，拖鞋这么脏，我操！哎呀，你别管鞋子好吗？能不能看看我就好了，别看鞋。啊，这就是你直播间是吧？虽然有点乱，但是我特意为了迎接你收拾过，我告诉你，不许乱看，别乱看，该看的地方我们不看，就这样。那我们可以把门关了吗？你这个门可以反锁吗？我的脸啊，我去。不是门可不可以反锁？可以。就是。博哥，进来吗？我们反锁门吧，要不然。反锁门，行。反锁。对啊，上演什么大戏啊？就咱就说为什么要反锁？有你知道有人等你很久了吗？谁？你知道有人等你很久吗？谁？不知道啊。谁等我们很久？你说谁等你们很久？你啊。啊。那我们来了，你现在招待呀、啊！我操，龙来博哥坐。来，我喝过的水来为你们一人喝一口。喝过的水啊，这可是。那你不喝一口？哎，我刚喝了好多，水我。就是有的水我也想喝，但是矿泉水今天喝的太多，有点胀肚子。我的脸到底要对着哪里呀、啊？喝过的水你不想喝点吗？你不得喝点吗？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的，除了只有一瓶水。要干啥水？你外面没有没喝过的水吗？有啊。我去给你们拿两瓶，倒两瓶水来。欢迎来到柚子家，这里就是我的家，那里是陪伴了我很久的小熊，这里是陪伴了我很久的天鹅，然后这里都是我的衣服，但是虽然都不是很好看。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这裹胸。哦，我说他妈裤子吗？他妈上衣吗？就这么一扎，裤子不像裤子，衣服不像衣服，是啥东西？哎，你的身材好嘛，就可以的，那我们出去啊，你换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行，我觉得可以。就到底这个是衣服还是我们出去啊，让他换一下嘛？我觉得行。
你换好了，等我们就完了。这应该不会扣你分吧？你要出去吗？这个衣服不会扣你分吧？那个衣服比这个还保守，我告诉你，你要看。这是谁？这是柚子啊！这柚子直播间好大啊！看，哎，我们直播间真的挺大的，好吧？那你们你要关了那个视频才能换哦。我不关，我让他们看。哎啊！你真的假的？那我也要进来看了，我躲在这里看好吗？好了好了，我关了，快点，我关了，我咱先去买个水，我看了这个衣服肯定会口渴。你的好了没有？什么？我的好了。手机好了，拿两瓶水呗，哥。叫他换一下，我看一下啊。不要老他妈艾特小舅妈，艾特小舅妈，艾特我老婆干嘛？我操，好像你们没有去过 KTV， 你们没，你，不是，你应该这么说。我们这是工作，纯粹为了工作，对吧？那工作的性质就是这里有分明有什么主播，你先跟我们说你是谁。酒酿跟柚子在这边，然后萌萌在这边。就萌萌不用说嘉宾，就好看一点的好玩一点你直接带呗。还有谁啊？轩宝在吗？轩宝自己在家不？哦，我们随机呗。那随机吧，乱来吧。这可以去五二零那边坐坐，然后晚上到那边吃夜宵也行，那边吃的多。还有一个是吧？没那么，柚子这几天在干嘛？不是荔枝这几天在干嘛？荔枝去湖南了，湖南参加另外一个活动。赶上是吧？荔枝啊，不是去湖南。锤锤，等一下，下一个我们锤哈，我去唱一首。这俩狗。好像是湖南，不查了，咱们主播狼人杀，哎，一狼人杀你会一个人带一个，这样，咱四个，一人只能选一个。狼哥啥时候来的西安？一个人。这我前两个月三个月。就是一人选一个，一人选一个心仪的人一起。你们选好了吗？你哪选了吗？你哪要不然看看。我这挑一个来就完了，你挑一个呗，啊，挑呗。这有办公室吗？全是，我俩都玩半天了。这个衣服就这样的。又不是裙子，你有没有最短的？你拿出来展示一下，就不会扣分的那种。最短的什么？就最性感的，随便你。最性感的衣服。嗯。我觉得这件好看。哪个？看，这是什么？拿出来我看一下。这是裙子。我就穿这个裙子就性感吗？好，不用穿了，就这样吧。为什么要？哎，我发现今天小了一点啊。哪里小了？大，那件衣服更紧，它就很小。哦，这样的是吧？什么叫小了一点？你怀疑我假的是吧？我看一下这个直播间的美颜调的大不大？哟，大呀，没有很大呀。呵，好家伙！我勒个！我的腿怎么那么显？咦，牛逼呀！我马上过来，我马上过来。我不相信你们说什么，刚刚我没有，我换衣服没关上。这个妹妹她说她邀请，邀。没关了，他们说我没关。他说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呢，我操！我专门跑过来。我要被全台走了，好。坐。啊？坐边上。坐。你坐。坐边上吗？坐旁边，不是坐边上。坐旁边不就坐边上吗？人的不叫边。那叫啥呀？来，你坐。坐旁边上嘛，坐边上嘛。大主播这么多，我坐的不好。没事，我转过去，我转过去不看。这要么你进来，我要关门了，要。门关啥呀？干啥呀？有啥活呀？这是。什么活呀？顶着。就看他呗。来。什么离婚？我把这个关。妈，还没开始呢，就要离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昨天你不是要骚一下的吗？没骚起来是吧？哎呀，今天这么，我跟你讲，我把所有的大主播都拉过来了，接下来就看你，我就躺这里，你骚吧。释放一下啊！啊，我等一下啊！释放你的本性啊，让我们看看你不一样的一面啊！来吧。没有操，我不会配合，你看。
酒酿的专属男人，等一下去酒酿的直播间，你再说话，大哥，一天天的。流量密码也在这儿是吧？对。你看看你，好惨，我操！狼哥，哎呦哎呦，我这里不痛，我这里不痛。那些毫无波动，他一点没反应啊！是呀，我知道你没反应，是不是因为你不行啊？不是，是因为没有音乐。我来给你来个音乐。完蛋了，他要吃我！我错了，我错了，狼哥。他给你放音乐，叫你表演。你别！天哪，你摄像头底下我好丑！来，准备好。这里面的我也好丑，眼睛这么大。来来来，我没有那么丑。啥啥歌这是？不对不对不对！你要找一个舒服啊，兄弟们，享受好了，来吧，人生巅峰，开始。先捏脚，先捏脚。你他妈这是直播间是吧？我操，这他妈忘记了，忘记了，忘记，忘记了，忘记了，出去了，整错了，真跑偏了，真跑偏了。你干嘛呢？这是太舒服了。这个、他们说我腿粗。这个直播间主要是有点温馨，我就一下子想到就是那种放松。要不要把灯关一下？哎呦，我操，真的还可以关灯的玩意儿吗？你要关这两个灯，关。不要不要不要，这两个喇叭不要关那么暗了，关一盏就可以了。这关一盏，这灯光也关，那这两个。妈呀！师弟，不是你直接按一下。没了都。按一下电脑。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对对对，按下电脑没了。我都变成啥样了，都看不到。走走走走走走，你上活来。音乐走，音乐走。今天辛苦了。钓鱼有点辛苦了，确实辛苦。太他妈辛苦了，钓了一天的鱼。鱼眼，你这也不行，这啥眼睛？你来，我先给你学一下。啊，等等等等。你行不行？不行，我们先教你。我操！大佬，该吃掉了。我再试，我再试，再试一次。我再试一次。叫太黑了，这里太黑了，这么就黑，叫吧，这么吧，这么吧，我没有那么胖，这个社交他妈有鬼。待会儿你先坐好，跟他们好好准备。好，先生你好，欢迎光临红楼梦，贵宾一位，楼上请。你别这样搞，都像什么地方？你这不回家呢吗？怎么会有这种词啊？也是家，一样，男人哪里都是家。干你别，等等等，这是你，这是我的，他不是我的位置，他不位置，他不位置。啊，等等等，这个水要我来，我来，我来，我来。盖子给我音乐，我九分了，兄弟们。这还没准备好，怎么突然就坐下了？不应该等会儿再坐呀，没到时间呢，怎么就坐下了？我没叫你坐，你怎么敢的？好，来走，来。亲爱的，辛苦了，来来来坐。亲爱的啦。渴了没有？贵师服务，贵师服务。还没有呢，直接就跪下了，没事。带着情绪，好好好，情绪先抒发一下。哎，宝贝。超过来了，房间号多少？没有超过。谢谢。啊？他是玄阳。啊，假的吗？我假的。我他妈五分主播呀！我说我们没看呢。怎么了？继续。别请少女。太难了，这整个节目。亲爱的们，辛苦了。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有些推广，你能不能好好？张嘴。你这叫怎么样？大佬？不怎么样，你想把你哥噎死吗？大佬辛苦了。亲爱的，今天开心吗？不开心。为什么？鱼跑了呀，没钓到。那你看着我，你不应该很开心吗？
看到你还行吗？这是不得劲儿。大郎该吃药了，大郎。要不然我们的孩子多喝点水都不行。你要说大郎，我大概看出来了，他也就是喝水这个环节了。这样，你报一下房间号吧，快点的。我教你，我教你，换一个，你叫，你就说大郎吃药了，然后我来后面的。不，就你就这样上来给他一瓶水，你说大郎该吃药了，他喝完这锅水就帮他捏捏。我给你安排一下剧情啊，一会儿就是喝水不行，得换药。我这样，你就说大郎该吃药了，然后你喂他吃药，他又是假装死了。哦，死了以后呢？哦，我知道，就是潘金莲。死了以后，串边，我看一下，你就过来，我干啥？你就把他小手去坐到那里。哎呦，光灯光一点，给我看。然后你们两个进去，他帮你。你就叫阿庆。啊，我出演西门庆是吧？哎，我就好这个角色。然后我，然后你就是武松，武松就去打他。啊，好。曹先生，然后把他俩都打死。啊，好，来 ，OK。没问题，哎，我就换点行李。要从外面再来一次。那我们再往后面一点。不，他要开始先卖东西呢，你让他。哦，卖烧饼是吧？来，我卖烧饼嘛。对。啊。从这里出是吧？嗯。啊，你让开，你先让开。啊啊啊！他现在在外面工作呢。开始吧。嗯。吹你！吹你！大郎该回家了。开门啊！我操！娘子，我回来了。关了，你回来了，关了辛苦了，关了。今天生意如何？还行吧。钱呢？钱花了。能不能像大郎一点？按缴了。大郎的钱要交给潘金莲的。没有啊，我自己花了。这个大郎，此大郎非彼大郎，灌我酒吧。你跟小叔子开干吧，我不想活了，快点的吧，让我死吧。我怎么这个大郎跟别的大郎不一样？快点的。来，大郎辛苦了，来，喝口水吧。哦，该喝药了，这是我今天刚熬的药，对你的身体最好的。能长高。快点的。对大郎的身体好，大郎喝了吧就。嗯。啊，云酒排第一位，我死了。这哎呀，这不咱不用瞪了，咱是这样。潘金莲叫西门庆怎么叫来的？关了，我等你好久了，关了。贴点。他终于。别往后面坐坐，别往后面坐坐。往后面坐，坐这里吗？坐这里。嗯，对。哎呀，老妹儿啊，不是。关了，那个爱我们市的大郎终于走了。金莲儿啊，是不是走了？什么金莲？哎呀，老妹手真细一会儿。哎呀，这个手。哎，谁？那是谁？那是。哎呀！啊！我的哥，哥！别老子呀！你打我哥！哥，我已经死了。哥，啊！我要为什么顶了老子哟？我操！这比武松还武松啊！我不是有打戏的吗？为什么那么怂啊？直播间太小了，怎么那么怂啊？西门庆太怂了，西门庆。好。大家关注一下柚子，他真的有那个草管来了吗？没有，这种的不会的，这种是舞台剧嘛。好，拜拜，注意房间号。10434717，感谢贵宾。10434717，兄弟们啊，好，拜拜，拜拜，辛苦啊，拜拜。好暗呀，我这里。好，你自己弄吧，不好意思了。没事。我热是什么？哎。我还要去查一个那个锤呀，那个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啊！打车十分钟，哦，那算了吧，那就没事了。你想邀请我们一人邀请一个人？哎呀，然后我们配一下吗？我问一下，我直播间，我手机要跳一下，查完了。嗯，刚才那个锤锤好远，兄弟们去不了。他打车要十几分钟，还有小宝在另外一个很远的公司。你们想要请哪个？大龙印是真吃豆腐啊。抓人家小姑娘手机里紧摸呀，我操，那是真摸呀，那是大龙是真吃豆腐。问一下你穿哪个？
我们在那摸了几下，摸了几下，三下，没摸，就抓了几下，我抓我一下，摸了几下。